我现在要认真，现在稍微认真、啊，也不能算很认真啊，反正。哎呦，这个白中光打的！哇，好球！哎，我这是七分频道吗？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好像是，不管他了。表现很不错哦，这是一个坏球。下头球，这个球投了坏球。下头球，这个球投了坏球。好球，打者愣了一下。这个球打出去，二垒手接到球。哎，对方直开门，一二三四，这也算回流玩家。十张纸卡，统一欧斯塔。三垒。
这是一个坏球，打者忍住了。Yeah! Strike out! Stop! 哦，江一呆们哦，打速追上，这厉害了，各位，不要小看这一张，我跟你讲。这招可枪可炮啊！看看他缩框有没有，还是很大、啊。有了，是不是？来接杀！哇！好球的！判断正确，坏球！我要轰了！坏球，这是一个坏球。球太偏了，是一个坏球。哎呦，这难看呐、啊！这个直球竟然打不到。好球出去！打者进入打击区。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。哦，外野手轻松愉快接到球。温奥士五等，等三完吧。好球！球打出去，二垒方向的球。哦，去！哎，你看看人家同一时在自证速度还有上。这球他选的不错，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。但是我来个内角塞进去，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啊 ！Stop！ 来，楚劳特哈，说一个。球，这个球放过了。打者的气势很强，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打者忍住了，这是个坏球。哦，这厉害了，猜一样的。放落空，那就想不到了。有了，哎，这球打得漂亮吧？哈，这球，这个太不漂亮了，冲上点，哎。右外野手刘福好快冲，打者进入了打击区，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，好球！球绝妙的好球，一样的、哦，表现不错，这是坏球，追，坏球。这一球推杆，
心的投出了坏球。球员难道还在等自己喜欢的球吗？这个姿势是谁？我自己都忘记了，是沈玉杰的，不错嘞，他那个抬腿帅。判断正确，坏球。所以插进他的最深处，布雷要小心一点。靠近好球带，但是是一个坏球。Yes， 漂亮。各位，雷卡的价值就在这边，那个手背宽就是大。水水水水水水水，坏球就是一个坏球。哎呦，这球他选掉，那么厉害，我自己都觉得是好球。好，换。最后一球，98年，直接这个给他就三振他了，各位。告诉你哦，这个厉害了，你看哦，这个外角就起来了，无人能敌呀、啊！有了，哎呀，哦！靠的一个道具，你看一看这个速度中，普沙塔真是可惜呀、啊！果然用一个有速度的捕手，真是忍不住。非常好，球打击出去，强袭球往游击手，两颗球解决两个人，打者准备上场打击，通体舒畅，上个打击打得非常好哦，哇，好球，就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Can change, sweet auto change。然后去下半，开始要差不多进攻了。这一球打得漂亮，哎，我整个感觉回来了。我整个甲组的身手都回来了。甲组的身手快，即使是良好球，我依然可以击出来。哎呦，这球，这球没机会。哎呦，太难了！这是怎么洗啊？这个打得很漂亮，很锐利。timing 回来了，打者的目光很锐利。我已经不再是以前的我了。
我要参加比赛了。两个好球没有坏球，全离开了好球带的位置，坏球。哎呦，这球厉害了！这球可以打这么远。刚接到了这个球。哇，漂亮，漂亮！哎呦，球蛋！各位，我要去比赛。今天这位选手的状态不好。阻挡不了我的坎布瑞尔，单剑出局，完全打脸。好，没有关系，来换九八的，先换这个，这样打算把这个直接换，直接换。教练走上头球，这次就相信教练团的指示了。他知道什么叫做回流。他应该不知道这一仗吧？挥棒了，但是没有打到。只能跟他说声抱歉了。Kick and out， 什么意思？被小鸡滑球三振。打者还在等待吗？等自己喜欢的球吗？球过来了，好球！这个准。Stop.
其实不错。喂，到雷了！一垒，一垒。拍一拍。画下，画下。没爆，没爆。OK。来，这时候换一个那个。教你们哈，一个单年度转单年度，就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好一坏，这个球差一点点，忍住，两好三坏。惊叹号。球出去了，丢人呐、啊，丢人呐、啊！打者的目光很锐利，被命中是全球。有了，考鬼，考鬼，考鬼！他这个就飞，他这个一扑我盲山的。三个打，有一支安打。假奶，你这时候换个假奶的。然后说一个，故意失坏保送，没有没有，他还知道，他 还是继续，拿来有种就再投一样，哦 shit， 变出球，各位艾斯伯瑞好帅，15年的。说一个。好球，打者愣了一下。哎呀！没有打到。打者三振出，打者准备上场打击。哇，这位选手手感。球出去了。哦，到球了。得分呐、啊！天哪，根本跟中华队一样。密的。好球。水哦！三箭出局，就这一打出一安打为目标。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。好球，打者大吃一惊。打出去，一垒手的球。OK。出局了。Two out. 哦，跳啊！各位学起来呀、啊！这个是喷，这是一个喷射球拦截盖他火锅，你知道吗？我在想他回流之后看到这，吓到了吧？傻住啊，各位！这个优质判断，你知道吗？左外角是一个好球。选球还要再加强一下。选的精准，快球一颗。外角是一个好球。止住没有出棒，这是坏球。所以选掉啊。球打者还在等吗？哎呦，这一球打得漂亮，嘿嘿。Two base， 上垒，提塞拉。打者的目光很锐利。说一个。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。哎，
专攻外墙，球这是一个坏球，打者忍住了，碎，把它剪掉，把它剪掉。哎，嘿嘿，跑投跑投，靠鬼靠鬼靠鬼！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！传本垒，传本垒，也出去三垒，这是技门狂，漂亮啊！这个有了吧？挑战挑战！哦，防守球员准备要入球。哎呦，好嘎仔，你背手速快。打者进入打击区。今天这位选手状态不错。漂亮。哦，吸掉了。打者准备上场打击。这位选手的状况感觉很不错。球打出去了。落在中外野。这球出，这球其实。如果控二垒手或游击手，可能有机会。打者进入了打击区，投手体力下降了，前置的时机太好了。哎 ，change change， 完成。还没一天的换手，换手是由艾克斯利换手，换手。怎么原地不动的在等待呢？水水水！打者没有打好，下投手，这个球投了坏球，专攻他内角。三振出局 ，stop。三个打数没有安打，球早就应该要盯住出棒的。球打者还在等待吗？水水水水。打者进入打击区。哇，这位选手手感不错嘛！选得好，这个球是坏球。非常好，他非常有礼貌，说 thank you。I love you。打英文是什么？哎，我竟然不懂那个字。Strem， strem 是什么？什么意思？他就跑了。哦，他有看我的视频。比赛结束了，请您谈谈今天比赛的状况。双方的实力相当，最后决定比数就是集中力。所以对输球的这一队而言，真的是一场非常可惜的比赛。感谢大家观赏今天的比赛，我们下次。